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珂珂。之前过生日的时候，tea time 的时候做的那个小蛋糕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那我就来做吧，我怕我自己做的很丑，但是我做的很丑，你们也要吃，就这么简单。Let's go！不要浪费了。蛋清里面我们加30克的糖。七八二十三二十四二五六七二八二九，好，30了，10克，45克。就是，直接57，45吧。然后给它搅匀。搅匀。对，现在油不是浮在上面吗？然后我们给它都搅匀就行。看我这手法就知道，应该平时给大家做饭吧，大家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粉给过筛了，等下我们筛完就能看到里面有很多小颗粒。哦。用熨烫机熨啊？不是，这个是打蛋器。对不起。打的时候垂直一点。好。上面。可以试试倒立，倒扣过来。哎呀，真的没掉。把这个蛋黄的部分倒到这个里面。可以，然后搅到颜色一致就行了。为什么不能顺时针搅呢？因为就容易烧泡。然后看看底下有没有白黄的。好了。20分钟。好的。好。现在蛋糕胚烤好了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先打奶油。又打奶油啊？对。蓝色，淡蓝色，紫色，啊，这么一滴就够了。哎呀，哎呀妈，打奶油好累啊！这个叫裱花袋。喜欢什么油？菠萝和草莓吧。底板上挤一点点奶油，用来固定的。我们可以转一下那个转盘，看一下它是不是在中间。好。然后抹平就行。抹平。这样子盖。中间对。转，哎，它没连上，别转了。第二层，转不动了，转。老师，这我做的太丑了，像，反正他们吃。转。就这样就行了呗。我们可以拿下面一点点。嗯。这样，然后这边开个小口，然后先给它这样抹匀，先这样给它抹匀。开个小口，抹匀，抹匀。怎么它一边高一边低啊？帮你修一下，你们下面一个转，也挺好看的。我觉得我画不了什么特别难的，画画基础太恐怖了。
这就是老师帮我调整之后的，跟之前差别也没有多大吧。2分钟内啊，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，不可以说你有他的袋子，不玩，不接受挑战。好汉演员员先观众说不应该全程，你说的吧，你玩吧，我不玩了。那我们刚刚算一次不算，不是不行。那好吧，那再开始可以吗？ OK 3、2、1开始。现在要干嘛？虾呀，挤奶油。打算做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漂亮的这个头，没，这个就是你想挤什么球啊，这个是圆嘴，然后这个你就画，你不是要画的东西吗？本人想用这个想这个颜色圆，对。老师说想做什么做什么。现在在画什么呀？意识流也能。没说。你把上面这掐掐。哦哦哦。然后这个是刚刚制片的，可以挤出小鱼。今后只能吃两种吃的，你会选择哪两种？馄饨、火锅。啊，如果有一颗属于你的星星，你认为是什么颜色的？焕然色。如果有超能力，你希望是？回到过去。最喜欢的气味是？皂香感的东西。如果有一间理想的小屋，它会在哪个地方？海边。如果你被删除了一段记忆，你却不知道，猜猜它是关于什么的？最痛苦的记忆。梦里你会是以怎么样的方式飞起来的？骑着扫帚飞。如果有一个大家都觉得渴望的宝藏，你会认为它是什么？渴望的宝藏，回忆。边边一般怎么画？老师，你看一下我上面画的，你就知道我真不适合画画。是有一种手足无措的好看啊。可以不夸。下面还要涂什么颜色吗？你选个刀正面，就是哪儿觉得哪个角度好看？嗯，我觉得没什么多大区别，就是说，这是发财的发字啊。啊，我看出来了，正好是个发。能演的东西呢？好朋友吧。嗯。好，先别说好朋友。好朋友。看得见吗？等一下。黄色。你这第一笔在哪？在这儿。往右边。哎，往右边。我去，对。哎，过了。开始喽。这涂多少？我也不知道。肯定。没感觉了。这不应该离手，离手都不知道在哪儿了。啊，最后5秒钟。你先讲一讲你大概要做一个什么样的，我们镜头就是切一下这个蛋糕，给一个镜。理想中它是一个。它是手不能摸到，它是一个发，中间是个发财，旁边的是我正吃的小花，代表着大家只要看到这个发财蛋糕，大家都会发财。那你别看，一定不是这样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但其实今天不是做蛋糕啊，然后这一段就可以卡掉了。哎，请看下一集。是这样子的，我蛋糕做完了，但是呢，这不是我的真实水平，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受到了限制。老师可以帮我作证，他们老师给我让我玩一些莫名其妙的游戏，还有我最后蛋糕做成这样，但是这绝对不是我的真实水平哦。我做的蛋糕可好看了，可漂亮了。总之，很丑我做的，但说不定很好吃，就是。以后不要轻易尝试成功，知道吧？第一次做蛋糕，希望我后面能做好。我都没有，没有呢。
看一下镜头，假装很使劲。